哦，係啊，已經係佢放假時候啦，因為佢好多即係好多地方未去過啦，同埋有好多動物啊，佢都未見過，咁啊希望俾佢接觸一下啦。因為翻學嘅時候，佢都成日會學到好多唔同嘅即係上堂學到好多唔同嘅嘢，咁希望俾佢即係去見證一下咯，係。第一次去，所有嘢都係咩動物園就去過，但唔係全部動物都有睇過咯。咁啊，即係我哋香港就城市啲啦，係嘛，所以就去一啲多一啲佢未見過嘅動物啦，或者個大自然啦，係嘛，同埋個生態嗰個感覺係點，都希望可以俾佢感受一下咯。咩啊？佢話你架邊個咁推薦貼喺車度㗎嘛？嚇！車嘅左上角，梗係唔會啦，梗係唔會啦。大家真係太關心我啦，可能係啊。放心，唔貼咧唔得噶，過唔到關噶嚇。咁同埋就係 Phoebe 講解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架車係靜止咗嘅，係啦。所以多謝大家關心，同埋就我自己都仲緊張過大家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嗰次係我第一次揸車上去即係內地啦，又經過港珠澳大橋啦。我哋都驚過唔到關㗎，因為有啲嘢 miss 咗啊、漏咗啊，都過唔到關，所以我哋重複不斷去 repeat 自己，所以多謝大家關心先。係。我諗揸車過橋都好爽啊，咁長嘅。開心咯，因為其實最主要係好宏偉啊，即係我諗小豬比嚟講，佢唔會覺得好特別嘅，佢就覺得好靚咯。啊哈！條橋喺個海上邊，但喺我自己。由細細個即係睇住成個興建啦，即係香港去澳門以前係搭船噶嘛，船已經越嚟越快啦。啊，有錢嘅又可以搭下直升機，到而家真係可以揸車，可以咁快到，同埋咁宏偉，即係你會覺得成件事好 amazing 嘅，啊，即係好 amazing。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嘅感觸會大啲咯，係。